美国国庆周末，我们今天来爬 Mount Rainier 庆祝。对，后面是右翼 Ryan 跟 Kevin， 对 ，Rainier 在我们后面。我们现在刚开始爬了20分钟，再走下面这个 Skyline Trail， 风景非常的宜人，人也蛮多的哦。Adams 都出来了，今天天气非常好，希望明天在上面天气也如此的美丽。想说就直接过了吧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有一个也可以绕路啦，直接过吗？那等一下洗给你啊。很大很大，我准备过了吧，应该也可以啦。绕吗？真的绕吧。别怕啊。庆祝一下这样，我们登顶 Mount Rainier 了，加油！
现在4:05，真的没想到我们居然会这么晚，还没回到 Camille， 感觉回到 Paradise 都天黑了，还有漫漫长路，哇，终于到了，天，我的天啊！现在时刻7月3号7:35，我们还在这个毫无止境的Million Snowfield， feel like it's going forever。刚刚前面冲太快，现在膝盖有点痛，走不动了。希望早点可以回到车上，回到家，加油，继续蹦。2023年第二次 Summit 终于结束了。我比较早下来，我现在准备开车去离秋黑近的地方，然后等那个其他一起爬的人下来。他说他们刚刚找到羊肉，希望他们下来的时候就有羊肉可以吃了，耶、yeah。